你们下去吧，这里有我就够了。请少君夫人服侍少君。哎，你干什么？在玄虎城，以男子为尊，这不合规矩啊。是啊。但在我心里，夫人为尊。怎么样？水温还行吗？ 干嘛？人都走了还不松开？让你受委屈了，是不开心了吗？是你太好了。那你还要回娘家吗？不回了。我不想留下你一个人。 你这回到花园走了一遭，什么事儿都没办成，还带上了我这个拖油瓶，不请用，为难你啊！切，不就是玄武城吗？不就是大老虎吗？那我程咬金还有刺儿呢。是。 你最厉害！城主，城主夫人，少君那边什么情况？少君那边，说，少君竟给花园城的女人洗脚。 岂有此理！堂堂七尺那儿，怎么会向一介妇人低头，还给她洗脚？胖吗？